有没有做过这种测验吗？有没有？那就是用不同的颜色，然后写出不是它这个颜色的字来，然后叫你念颜色或念字，你会发现念字是简单的，念颜色会变得很困难。我不知道大家是吧？你先试试看。啊，算了，我们没空了，你自己玩啊。